指挥一声方蝶科，让他们务必好好查查肖正国。你是怀疑肖正国有叛变的嫌疑？哼，三个多月能干的事太多了，带着枪声还能全身而退。谁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？现在最应提防的就是日蝶。 你这大长腿，天生就是跳舞的料。不是，我是上帝派来陪你跳舞的。说的跟演戏似的，不做演员啊，可惜了。<笑>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就想陪你这么一直跳下去。小婉，我是真心诚意的对你，肖正国有的我都会有。嗯。 明天，升职令就下来，周科长，姓周的，在我眼皮底下惦记我老婆，是不是找揍啊？ 肖科长，你回来了。你头发比三个月之前长了。我来给飞叔送点文件。谢谢啊。